乐队有请，男嘉宾赵先生35岁，来自山东，是一名司机。女嘉宾乔女士28岁，同样来自山东，是服装店经理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主持人好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小片，你说之所以还没结婚，就在等一个人是吧？找到了吗？我认为我找到了。是怎么找到的呢？我们俩呢是通过坐网约车认识。坐什么？网约车。 他是个开网约车司机。我们俩是怎么说呢，是前年冬天吧，然后我那天下班，然后就打到他的车，然后机缘巧合之下呢，我又第二次打到他车，然后我们俩就这么认识了。我觉得吧，他人挺好的，我就加了微信。是你主动加的？对，我就觉着加了微信呢，以后打车会更方便嘛。就这样的，然后就认识了，又出来吃饭聊天什么的，慢慢的就熟悉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你问他吧，因为他追我嘛。然后呢？你说。当时呢，我也没想到他会主动加我微信。既然他主动加了我微信，那肯定是对我有好感，然后我也就会利用闲暇时间主动跟他聊天，我感觉他很可爱。通过一段时间的聊天吧，然后我们就约出来了，约出来一块儿见面了，吃饭聊天，就这样。他像小姑娘一样，比较喜欢玩，喜欢喝酒。喝酒。就我经常跟朋友聚会嘛，然后就会周末聚会，然后小酌两杯跟朋友。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天天聊天嘛，所以说我也知道他在哪玩，我就会开车去等他。等他的时候呢，我会给他准备就是牛奶啦、果汁啦。然后这不就是追姑娘吗？你就直接说嘛，就追求人家嘛，然后在车里备牛奶、备果汁，讨好人家呗。牛奶喝得顺心吗？顺心，因为他很贴心。每回我跟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，他就老是问我在哪儿啊，跟谁呀，吃了吗？然后担心我晚上回家就是会被打到车呀，他就去送我。但是那时候你们还没有明确是什么关系，对，是没有确立是男女朋友关系。那什么时候你跟人表白的呢？那天是我们跟他朋友一起吃饭，他朋友就一直在开我们的玩笑，他也没有说去反驳。我当时我就想，他应该是接受你还是有我的，还是有我。就在那次我开车回家送他的路上吧，我就跟他表白了。他当时跟我表白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太突然了，就是我没有看到他的真心，应该诚诚恳恳的嘛，就随便一句话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我是不是答应他就？我觉得我太随便了。我听明白，就第一次没答应是吧？那个时候离他接你大概接了有多久啊？一个月左右吧。才接了一个月，所以姑娘觉得突然是吧？对。等于你第一次表白人没接受是吧？是。后来呢？怎么说也有个考验期吧。考验期，当时你就说不行，得有考验期是吗？没有。你是怎么说的呢？我就说得很委婉啊，我说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但是就你跟我表白太突然了，这一切我都还没准备好嘛。我当时就婉言的谢绝了，但是就是还是当朋友。这好像是接受吧？太突然了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潜台词是我准备好你再来啊。我感觉他就是拒绝我了。你是这么听的，然后呢？但是他没放弃，还是就我挺感动的。后面反正是我没有放弃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对他好啊。就是他喝酒，你在外面给他准备牛奶。是，还真是这样。你都拒绝人家了，你还好意思喝牛奶？说实话，当时我对他产生了有那么点依赖感了。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送我回家，然后我就有点享受他就带给我的这种好，因为就是别的男人以前就追我的时候从来没有过的嘛。那我就想问，那当时为什么你对我那么冷淡呢？你较那劲干嘛？我的关注点是你是怎么表白成功的。先说怎么表白成功的啊？没有成功。啊？又表白又没成功，什么意思？他始终就没有答应我。就你后来表白了吗？我又表白了，我表白过两次。你怎么说的呢？就是当时他约我去游乐园，我想坐过山车，他就跟我说他恐高，就不敢坐。我就当时觉得那就来了，就玩点不刺激的吧，他能玩了。然后我们就去打枪，打气球嘛。然后他给我中了一个很大的玩具熊，我当时还挺开心的。但是呢，后来就是他就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急死我了！你们俩这个慢性格，你表白没表白啊？
其实怎么说呢，这件事我来解释一下啊。你先告诉我你表白没表白。我表白了。你怎么说的？就我本身而言吧，我不太喜欢去游乐园。嗯，但是呢只要他喜欢啊，我也愿意去了，只要他开心。嗯，就是我怎么样都可以。那人家开心坐过山车你没坐吗？我就是不敢坐嘛。他、对，那你就别说了嘛，你就告诉我你怎么表白的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我就跟他说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你再考虑一下。但是我当时看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，好像就是他在就应付我那种，就根本就不是真心的。我就觉得他就是老是在迎合我一样，我就觉得挺累的这样的。行，明白了，你又没答应。对，你知道主持人后来是怎么样？我去年过生日，然后他就装快递员，还给我一个惊喜。哦、我当时就没想到他还会玩小浪漫那种，我当时觉得他真的挺用心，对我挺好的。对呀、然后我就在考虑啊，当时要不要答应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知道我话还没开口啊，竟然听到他跟我说他家里要给他安排相亲，我都要答应他了，结果他给我来这么一出。当时我跟他说这个吧，就是想试探一下，看他什么反应啊，看他心里有没有我。但是他当时吧，那个反应吧，我就感觉就是非常的冷淡，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真的是不喜欢我？你合着根本就不是真心想追我吧？家里人给你安排相亲，你还去了？去没去？去了。哎，你看他是真喜欢我的吗？人家相上你没有？相上了。上当时是怎么样的？谈没谈？谈了。你看跟你表白的时候你较劲吗？现在人跟谈那不对的。后来呢？后来是这个样，那姑娘也不错啊，她当时也对我挺好。那姑娘怎么了？还好吧。啊，还好。那姑娘对她好，然后她跟她谈了两个月呢。哦呦，谈了两个月呢。是这样，当时呢我没有瞒那个姑娘，然后我说呢其实我还喜欢他，我说了啊，你说我还喜欢他，但是我们俩先交往着吧。不是，是这个样。他把那个情况，就有我的存在嘛，他把这个情况跟那个姑娘说了。就是当时吧，那姑娘她说对我挺有好感，嗯，然后吧，因为两个人岁数也不小了啊，如果说我不反感的话，两个人可以试着接触一下，看能不能培养出感情，是这样。听明白了，然后呢？他就跟人家好了。不是，你又不接受他，他还不能跟别人好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说啊，然后和这姑娘处了不到两个月啊，我就感觉吧，我心里吧始终还是有她，那我就觉得这样吧对那个姑娘不公平。对对对，我就跟那个姑娘分了。分手那段时间吧，我也是确实特别的纠结啊。你纠结啥呀？那你分手了你还不找我呀？因为你不分手的时候我不打扰你，你分手了你还不找我。说啊。因为当时吧我就感觉我一直表现出来多么多么喜欢他，但是后来我就背着他去相亲了、就是谈恋爱了也好，我就感觉吧有点打脸，就是自尊心吧。啊，明白了。嗯，有点不太好意思再联系人姑娘了。是这个样子。那后来怎么又后来有一次吧，我看到他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他说就是身体不舒服，没有人照顾，然后当时我就鼓足了勇气，然后给他打个电话，就是想第一时间见到他。嗯，你就去了？是。我当时其实我感觉他不一定能管我了，我没想到但还是来了。然后你们俩就相拥在一起哭泣了一场，说我们好吧，是吧？没有，要是这样还好了呢。那后来呢？发生了什么？其实他始终是一直没有接受我，就那天晚上去也没接受。你表白了啊？你表白了吗？他那天没表白。我还需要再怎么表白呀，主持人？他那天没表白，他就默默地陪着我，就陪我上医院去打针看病嘛，然后又问医生这那的，然后就把我送回家了。我的天哪！我问一句，就问一句，你们俩这么走多久了？快两年了吧？啊！我纠结的是，他对我是哪儿都好，啊、就。我也就是说没有好感是骗人的，但是我们俩的兴趣爱好啊还有年龄这问题理念相差的太多了，我就可纠结了。兴趣爱好不一样以后你说你爱什么？我喜欢出去旅游啊。我不喜欢旅游。我喜欢拍照呀、出去玩的时候女孩嘛。你喜欢？他不喜欢照相啊。然后我喜欢去游乐场坐过山车啊。
他恐高，我喜欢潜水，他不会游泳，他怕水。都可以培养。怎么培养啊？他都35岁了，他要会他早会了。你就纠结这个是吧？对，因为朋友就劝我嘛，就是我介绍给朋友认识，他也看着了，对他印象评价一般，年龄吧感觉有点配不上我。你都28了，人家才35吗？又不是53。我感觉有一点大，因为我之前就是都是比较小的小鲜肉那种。啊！我就想让老师帮我解决一下这个事儿，我太纠结了。行，听明白了。怎么办才好？是听朋友的还是听我自己的？来，各位老师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